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使用我们的 EDU2015 NJ 系统进行教师研习认证的一个线上登录作业。那这个系统是由三多国小显成老师所调教出来的，那我们使用的也就是一般常用的读卡机，外加一个开放硬体千元主机 BPI M1 Plus，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 NJ 系统跑起来。那我们到我们的网页，好，这是我们常见的浏览器开启我们研习系统的登入画面。那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使用教师证去给它刷一下，那这个时候你的资料就会直接在登入上面系统上登入出来。好，看到文德国小这边就有了，好，这边就会有你的名称，这样就可以进行数位教师证的好线上登入作业。